道爆炸不炸不知道，这段时间爆炸君追着看霸四，再一次成功被这些萌娃圈粉，尤其是东北宋仲基、安吉还有撩汉技能满点的阿拉蕾。近几年明星带娃节目各种各样，讲真，每个萌娃都能让我们这些老阿姨们心水。人家不但颜值高，关键是身怀各种技能。今天爆炸君就来说到这些萌娃们都有哪些满点技能。综艺大爆炸，本期导师：小糯米不到3岁，英文水平却碾压杨幂。刘烨儿子诺伊法语英语样样精通。玩音乐搞摄影，黄多多作诗用纯英文。不只是爆金句，甜心钢琴芭蕾都玩转。先来说说大秘密家的小糯米。近日微博传出一段杨幂接受采访的视频片段，视频中杨幂跟主持人分享小糯米在家用英文和鸡蛋对话的故事。小糯米在吃鸡蛋前会先对鸡蛋说I'm waiting for you. How are you today? Okay? 在采访中，杨幂透露女儿的英文很好，说虽然糯米只有3岁，但现在开口说话都是讲英文。另外，米米还不忘吐槽一下自己的英文水平，表示现在小糯米讲的有些词已经听不懂了，并调侃道：“我只能陪到他5岁，5岁之后我的英文水平可能就跟不上糯米了。”妈妈争取陪你到5岁吧，我在努力学英文，要不然5岁以后交流不了。大秘密一脸宠溺，那叫一个甜。想起在不久前的一档综艺中，杨幂给家人打电话，小糯米用英文喊妈咪的声音简直和糯米一样细软，网友直呼可爱到爆。有网友也跟着调侃杨幂的英语，所以大米英语是要跟糯米学吗？妈妈 说到星二代们的外语，爆炸君脑子里瞬间想起来的就是火华社长刘烨的中法混血萌娃诺伊雪梨。因为混血的原因，诺伊可以说是一出生就自带中法双语的语言属性。先不说诺伊作为西游记十级学者，那一股带有东北大碴子味的中文，还有之前在节目中随口蹦出的法语唱法语歌，诺伊雪梨的英文也可以说上精通。按理说中法混血英文不太会也是正常的，但是诺伊雪梨不一样啊，英文的熟练程度应该不亚于法文。而且在节目中火华哥也曾说过，诺伊英文他也懂。在最后几期澳大利亚的拍摄中，诺伊和店员交流也是零压力，羡慕诺伊中英法东北话四文随机切换的技能。但是网友们普遍表示，刘火华你过来来解释一下，诺伊讲英文也是一股东北大碴子味是咋回事？叫什么名字啊？你是老奶奶吗？哎呦贝哎贝吧，观音菩萨，谁想啊观音菩萨？那个观音菩萨怎么不说话？我是护轮必须得来的芭蕉洞的门口才能进到铁山公主，铁山公主肯定不会杀好人。同样从爸爸去哪儿出来的黄磊女儿多多英语技能更是要逆天。之前黄磊在微博中曾晒出女儿多多写的一首诗，而且还是纯英文，不少网友看了之后表示，虽然自己已过4、6级，但就凭自己现有英语水平还不能完全看懂多多做的英文诗。还有人评论，多多才10岁，英文水平就达到了6级水平，还没过4、6级的伙伴们速来拜多多为师来。不只是英文作诗，黄磊还曾在微博晒出多多用英文写的剧本，看起来写的还有模有样，看来是深得黄磊老师精髓，眼看就能赶超的节奏啊。除了逆天的英文水平，多多一直都是多才多艺，作诗、摄影、弹琴、作画、做蛋糕。多妈孙俪之前在微博晒过多多弹吉他的照片，并附文称多妹除了钢琴以外，之前又给自己选了新的乐器。照片中多多很认真地弹着吉他，神态认真，甜美可爱。只要是长大了，先不说多多超神的颜值，就看着才艺也是妥妥的男神收割机。再来看看我们星爷，今天说的星爷技能可不是爆金句哦，人家还是很会其他才艺的。不久前贾乃亮在微博上抛出自家闺女的芭蕾舞照片，第一次马屁的相当到位，看来是继承了李小璐的舞蹈天分。此外李小璐还曾抛出甜心坐在钢琴前弹琴的照片，并写道，这些天每天都会在上面弹一弹，小姿势小感觉真像那么回事，希望等你真的开始学的时候不要怕苦。照片中甜心穿着一身粉色的衣服，背对镜头挺直腰板，气质十足。想想当初那个幼儿园扛把子的女汉子星爷，现在又是去练舞又是弹琴的，看来我们星爷是真要堪当甜心，越变越漂亮，越变越淑女喽。
想当初第一次跟着奥利上芭蕾课的时候，甜心还是个尿裤子的小女孩嘞。来吧，小小甜甜啊，轻轻蹲一下，我们要开始跳舞了。尿尿了，老师。等等，原地不能。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鲍家军也要去练才艺了呢。